有着主持一姐并且深受观众喜爱的辣妈小 S 近日现身某摄影棚休息时，在休息室里与一男子合影后赶紧喝水并且迅速补妆，然而尴尬的事情发生了，内衣肩带居然在换衣服的时候掉下来，然后小 S 还淡定的在休息棚里走来走去，完全没有发现。不过不知道平常就以犀利作风大胆直接著称的小 S 看到照片后会作何感想。 S 姐，人在江湖出来混，迟早是要还的，风水也会轮流转的嘛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